1914年12月17日，大寒。那一年，我和穆顺被带到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地方。这里所有人被视若刍狗，每日刻苦操练，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。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活多久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从那一年开始，穆顺的目光便是我唯一的希望。从今天起，握紧你们手中的剑，你们只是一击之力，只有强者才能走出这里，为主上所用。你们听着，这是境外的战利品，活气之石，台上只能活一个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了！啊，坐住！快点，把衣服全脱了，脱光了！脱脱脱！脱！快点脱！下去！下去！下去！快点！想离开这里的，就把自己洗干净了。穆顺说，在他心底有一座美丽的桃花源，那里没有战乱纷争，没有仇恨杀戮，那里住着邻居和穆顺，那里的邻居和穆顺有田耕，有衣穿，还有延绵的子孙。穆顺还说，只要心中的那个希望不死，就没有什么可以杀死我们。后来我终于知道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杀一个人，一个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人，只有那样我们才能获得自由。建安24年冬，我被送往铜雀台。这一年，曹操联手东吴征讨关羽，
生死未卜。汉献帝亲率重臣静候在曹操行宫铜雀台，大军归来之时，天降大雪。白露为霜，曹丕放肆！别喊，别喊！日后这天下若是我的，我就让你做真正的皇后。祖有从之，万载水中央，万载水中央。我孤身站在雪中，看着周围陌生的面孔，等待命运的到来。在汉献帝身后的一众宦官中，我终于再次见到了穆顺。恭迎父王。爱卿，你着实吓了朕一跳啊。让某些人失望了吧。樊城大捷，官员被吕蒙所杀，
三泉小儿，把关羽首级献于我，想挑拨我与刘备，故以王侯礼收敛关羽，传君速稿，以示我大汉对汉寿亭侯之敬重。爱卿仁义，关羽重勇，理应敬重之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主公，主公啊，我的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哎，主公，你看我把谁给你找来就是那个天下权力最大的人吗？我的心仿佛被恐惧包裹。穆顺，你此刻在哪儿？繁星真的会落地，四星真的会汇聚吗？倒是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躲过这星宿之灾。我听说大王他对你很好。又能怎么样呢？不都是在演戏吗？我要回去了，你小心。主公，主公啊，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下官听说您来了，赶忙追过来。我还琢磨呢，您要不在怎么办呢？你果然在这儿，下官给你找了一味新药，这药可不好找。主公，请你过目。一头鸡，治下边。胡言。孤事好。主公，
定是改朝换代之日啊。嗯，太常大人。参见大王。今年大旱以后就是大雪，以观天象，何时才风调雨顺？恐难以风调雨顺。天象不吉。天象大吉，此心一句有翅膀。改朝换代，岁在庚子，此为天赐良机。臣恳请大王顺应天意，草登大宝。你可知此言何罪？此非臣意，乃天意。大王如何将罪于天？请父王早登大宝。顺天者尊，逆天者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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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顺天者尊，大王好。万物有成理而不殊，妖言惑众。疯了他！从今天起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有你父王在，只怕这天下还轮不到你。将军比我更清楚。将军欲为而不敢为之事，本宫愿助将军。他日将军若得天下，本宫愿做将军的皇后。邻居见过大王。嗯，这是建筑，这些建的主人都与我有一段过往，或是挚友，或是宿敌，此刻都已长眠于地下。此戟是吕布的，中间这把青龙偃月刀是关羽的。孤有时都会看看他们。孤一向以为孤是神，如今孤错。元璋，你才是神。找他们说说话。这里的每一位，孤都要亲自为他们转思。只有孤才懂他们。邻居不懂，大王一生征战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在这片土地上，每一个人都要老作服兵役，每一天每一年坚持下去，万众一心，总有一天天下会是我们的。邻居的天下是跟随自己在意的人谋一个好的归宿，最好的归宿就是尘土，就跟他们一样。既然终归尘土，得天下又如何？家母留给我的。家母，得天下又如何？得天下，得天下，骨肉不再分离，人与人不再纷争。骨肉不再分离，人与人不再纷争，这样的天下不正是穆顺心中的地方吗？可为何非要用阴谋和性命才能换得它？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请皇上驾照。所谓皇上，若有心，三千越甲可吞吴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四星依据，就一定会改朝换代吗？回皇上，平帝元始四年，发生王莽赤眉之乱；孝文七年，文帝驾崩；夜郎灭国，黄巾军之乱。皆由四星一炬而发生。皇上觉得，如果不是改朝换代，会是什么呢？杀了他，就一定能救朕于危难？他不是董卓。好吧，朕下诏。是你们逼朕所为。三哥，啊！
躲在宫身后。父王，主公，主公，臣来迟了。主公，哎呀，主公，你没受伤吧？明日上朝。诺。把剑放回去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自己有多幼稚。千军万马都杀不了的一代枭雄，又怎是我一个弱女子可以轻易杀得了的？但有些事一旦开始，便早已没了退路。上殿，魏王，魏王乘天子镜中赐剑履上殿。爱卿，快平身。谢皇上。有本起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本。昨日臣的部下猎到一些野味，献给皇上，歌之饮酒，不知圣意如何？好啊，那就来个禽兽之宴。臣还有一请，请皇后同膳。本宫今日身子不适。吉太医，嗯，哦，臣瞧瞧。傅大人，日只想与你对饮，恐没有机会。今日共赴禽兽之宴，如何？愿意奉陪。啊！放肆！那你到底是瞧还是不瞧啊？那就不瞧。开宴吧。诺。爱卿，你有野味进献，朕也有一物赠与你。七星葡萄。爱卿为保汉室江山，当年持这把宝刀行刺逆贼董卓，虽功败垂成，却引万众敬仰。朕今日赐你宝刀，
当以此为荣，以此为戒。以此为荣，以此为戒。谢皇上赐刀，臣笑纳了。说起刺刀，那时臣莽撞无知，年少轻狂，难道魏王为当年的义举感到后悔了吗？后悔？昔日诸侯人人誉为帝王，离析天下，匡扶汉室，重振朝纲，是刺杀一个人能办到的吗？卡宴，落。这道菜是福分到了才可以享用。念到名字的人，请来吃肉。散骑常侍杨烈，谏议大夫许归，太子詹事董怀，左骁卫将军陈蒙，御史中丞杜干，右司郎中姚继。请吧。爱卿，这口味是否过重了些？好酒好肉，吃腻了，换换口味吧。吃，吃，吃，吃。没人吃，看来还得皇上发话。众爱卿用膳，吃熊掌，吃熊掌。皇上的话如何都不听了。皇上，臣来吃。魏王现在满意了吧？火还没生，皮还没剥，你们就把肉吃了？一切与他们无关。傅大人，孤听不懂。苍德，昨夜杀你，我是主谋。我是皇上，你不是用左手写字的吧？说吧，是谁胁迫你的？不会是皇上要杀魏王吧？我曹家赤胆忠心，南征北伐，辅佐汉室，今日为何如此待我？尔等侍卫素餐也就罢了，却恩将仇报，是何居心？不如今日父王就称帝给他们看看。放肆！到底是谁？曹孟德，是我。
我胁迫皇上。还有我，有我，是我。太着急了，尔等太着急了。孤不怕有敌人，孤就是怕有愚蠢的敌人。与尔等为敌，是对孤的羞辱。拿下！与我父亲无关，全是本宫主使的。要杀，就杀了我吧。反正你已经杀了他那么多皇后，也不在乎本宫。本宫只有一个请求，想请曹丕将军亲自送本宫上。你要做什么？皇上，她是你的皇后，你说句话吧。朕说的话还有人听吗？皇上说点什么吧，臣一定照办。就随魏王意吧。叫好的，这福丸乃是一般的罪人，他是要刺杀魏王的大罪人呀。
百姓当然都恨死他了。为何如今天下兵荒马乱，生灵涂炭，奴婢不懂别的，只知道有饭吃有屋住就是天大的幸福了。在邺城，这些都是魏王给的。我一直以为刺杀曹操是民心所向，是正义之举，也是我和穆顺的唯一出路。见那些刺客的下场了吗？他们不是我们的人。这么多人要杀他。主上说会是汉室的人太多了，曹操只能我们。要是我们也失败了怎么办？我们逃吧。我就不信天下这么大就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。天下再大也都是魏王的天下。是怎么知道？离开宫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要回去了。先喝药吧，都快凉了。大王，基本。主公，何事？
金球风欠几分威猛。哎，依下官看，将军的心思不在于此。韩毅今日如何这么有闲情逸致啊？啊，哪里哪里，托魏王的福。如今魏王焉得家人在身边，性情大好，投机已多时不犯了。父王倒是心情大好，我天天过的是如履薄冰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将军还深陷服侍全族被灭的忧扰之中。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没完，父王越是不动声色，我越忐忑不安。如今的魏王啊，真是让人越来越琢磨不透了。平儿，你往前走两步，父王要看清你的脸。父王问你几句话，你只需要回答是与不是。父王，儿臣正要去见你。那夜刺客来袭，你事先听到风声，算计好时间过来，是吗？父王，你只需回答是与不是，儿臣是不是？不是。你利用符后跟你的苟且，知道了易大钊的阴谋，你决定利用这个阴谋嫁祸给皇上，是吗？不是。平儿，你过来。父王，昏君无能大汉的气数已尽了，你保他又有何用呢？过来。父王，四心汇聚啊，天下有变，我们不变就是他们杀我们。过来。阿爸从小到大都没有抱过你，让阿爸好好看看你。阿爸问你只有一句，如若阿爸没一称帝，你可有弑父之心？阿爸能走到今天，就是从来不相信任何人。
王登。诺。让他们知道孤骸不老。很多人怕孤废了皇生，欲杀孤以后快。孤是那么好杀的吗？进不了孤的心，就进不了孤的身。大王如此圣德，何人忍加害大王？知道什么时候杀孤最好吗？不知是孤的偷计蛊惑了孤的心智，还是孤的心扰着孤的偷计。如若这样永远的睡去，倒也了却许多烦恼。我看着这个一代枭雄日渐苍老的脸，和那些过往的伤害刻在他脸上的印记，这个从来不相信任何人的男人，究竟什么样的女人才能走进他的心？那一刻我突然很想穆顺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快了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非要杀他？这不是你一直所盼望的吗？你哭了，为什么？我们究竟在做什么？做我们必须完成的事。然后一起去过安稳的日子，对吗？去你心底的那个地方。这天下哪里还有那样的地方？你说过，只要希望不死。真正安稳的日子只有跟他在一起。你疯了。单杀一个曹贼已并非易事，更何况曹氏家族势力庞大，重兵在握，单凭我们几个恐会不服完的后尘呀。大家有所不知，我们不能再急一撮之力，只供一人之险。四星聚合之前，正月十五月圆之夜，诛杀曹贼全族。大家请看，时机一到，家父会与我们里应外合。父王，父王，儿臣之错了。孤的偷袭比以往还要严重，一旦消息传出去，
国家恐危在旦夕，最近恐有大变故发生，你可知情？邺城附近多有驻军，你可觉察？即可兵临。你把皇上请到洞穴台，就以洞室为名，不过不可胁迫。诺。平儿，父王信任你。众外卿，请起吧。谢皇上。起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曹操有本。哎，请请讲。关中刘备与孙权叛党勾结，臣起奏出师，赤壁。好你个曹门，又是你！你说出兵就出兵。你说平叛就平叛，到底你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啊？皇上还没有说完呢。朕不准。皇上，曹丕将军觐见。不见。那个无耻小人，朕休要听到他的名字。呸！臣呸呸呸！曹丕参见皇上。曹将军上朝，所谓何事啊？魏王邀圣上即刻启程前往邺城东守。哦，如果朕不去呢？臣请皇上与臣一同前往邺城。曹贼已以东狩为名，挟持皇上到邺城，尔等速速前来护驾。看到爱卿生龙活虎的，朕放心了。这几本虽不能彻底根治我的头疾，能解一时足矣。爱卿完全可以取消金东射兽啊。
如今天下未定，处处逢难，更需要动手，告天下以示圣威。爱卿所言极是。哎，皇上，魏王设吧。剑都是皇上，路理应归皇上。喜欢路吗？在与你试来。大王喜欢的东西都要置他于死地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主公，请留步。将会是孤的中处。孤，即便宗亮，也会将战乱纷争带走，永远横埋在地下。景伯，姑在找你，你不在。孟哲，姑以为你死掉了。我哪能这么快死掉？我在这儿等着埋你呢。能否按时完工啊？孟德，你想提前用这个地方吗？哎，难怪主公今天这样问情。原来有美人相伴，一定是明眸善睐，顾盼生情，让我想起从前看见过一个美人貂蝉。老朽能在眼瞎之前见过貂蝉倾国之容貌，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建安三年严冬，孤客彭城，为下邳，东征吕布。吕布有勇无谋，被孤伏兵于草丛生擒。擒拿吕布。貂蝉也被孤擒获，唯其小女不知所踪。次日，孤下令斩杀吕布。可叹英雄末路，见者无不动容。孤素知貂蝉乃绝色佳人，未曾料想她从容不迫，于千军万马之前承接夫君首级，缓步离去。故虎将如云，皆瞠目结舌，不知所措。跟上，跟上。夫人她只是经受了风寒，太医你急的是什么？不行啊，主公着急的事情我们要比他还急。嗯，哦，知道了，跟上。
基本，姑好像抢了你的生计。主公此言差矣。主公把脉可把臣不能把之脉，臣之脉三分之表，主公是七分入灶，主公是能人所不能也。此景，让臣十分感动。主公如此怜爱，医者何堪呢？基本，嗯，让姑看看你的舌头。贫嘴。夫人可曾听人说过长得像一个人？基本，你看病还是看相？主公，相实在是太像了。太医说的，可是吕布之妻貂蝉。主公，说话神态更像了。够了。魏王魏夫人彻夜见了陆苑，对女人这还是第一次。魏王对夫人真好，进不得姑的心，就进不得姑的身。思勋回去的日子就要到了。每个人的命运都会在那一刻揭晓，可是我突然觉得生未尝不是一种痛苦，死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。曹孟德很是喜欢你，但是你不能对他有意。你就是主上。我只是个太医，大汉有病也需要医治，只有权杖归于圣上，天下才算是真正的太平。你说的天下，连我和我爱的人都容不下。这样的天下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有个秘密到了该揭露的时刻了。为了今天，我们忍受了十年呢。曹孟德就是杀害你们父母的仇人。你早就知道了是吗？什么都不知道会活得更好，可是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只要活下去就有意义。也许他能告诉我活着是为了什么。那就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选择为自己活一次。穆顺，那夜
我一直后悔。我不知道，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见穆顺？曹贼欲谋朝篡位，奉上密诏，讨贼之战就在今夜。建安25年正月15，铜雀台宴。我记得第一次见曹操，穿的也是红。现在想来，我走过的每一步，从来由不得我自己做主。姑娘在记着谁？爹娘。为何到此？你可是要出征？是。敌人是谁？我过往的故乡关羽。小女听说关羽英勇，可是天下第一，那将军岂不是凶多吉少？如若有缘，我们会再见的。这是上天为我安排的命运，我只愿那谜底快点揭晓。
坐下。来吧。你要想能够过上真正安稳的日子，只有跟他在一起。你就是他心底那个人。既然是这样，姑就放了你们。我可以帮助大王，扮作你把他们引开。你无需替我受死。如果你能放邻居走，我愿意为你冒这个险。你不相信姑？因为你是天下皆知的曹操。穆顺说，那一剑他必须刺出去，刺这动荡的天下，刺我们不公的命运，刺过便
再也互不相欠。林雪，你不应该杀他。穆顺走了，带着他心底的那个梦，也带着我对未来唯一的希望和想象。天下之大，我终于知道他心底的那个地方在哪儿了。那里没有战乱纷争，没有仇恨杀戮，那里住着林居和穆顺。那里的邻居和穆顺有田耕，有衣穿，还有延绵的子孙。穆顺说，只要我们心中的希望不死，就没有什么可以杀死我们。曹丕，投降吧！曹操一死！曹操一死！叛逆！父王神勇不会死的，不要听他胡说，把他们都杀光！放下兵器，皇上，我们父子尽力了。不要，父亲，父亲，也滚！我杀了一辈子人，杀了一个。站！
们的退下。父王，退下。爱卿，你吓死朕了！你怎么从地底下钻出来了？就跟幽灵一样，对吗？这可是魏王你自己说的。知道当年姑为什么要修铜雀台吗？为了彰显你魏王的文治武功。若姑贪慕虚名，觊觎天下，何待今日？也对，要不就修皇宫了。难道皇上不觉得铜雀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瞭望台吗？魏王修建铜雀台，就为等这一天。皇上何尝不是早在十年前就未雨绸缪的呢？魏王早就料到了这一天。皇上四处搜寻我仇家的孩子，不也是为了这一天吗？好在魏王杀的人够多，不难找到。我杀人家父母，你非要让人断子绝孙。我没想到你会把我押到铜雀台。皇上真的不认为那只是为了动手？魏王又如何让我分辨你的真与假啊？我斩杀妖言惑众的行署官是真，林青与铜雀台相同是真，铜雀台的防御进攻也是真，那都是为保大汉安危守护，为的是大渡山河。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权力交给我？若国家每雇一人，朕不知多少人称帝，多少人称王。与你共处一个时代，这霸气不幸啊！能为民将福祉，得万民归附，才能成为天下之主。时至今日，你要么杀了我，你要么还政于我。过半皇上多年，您皇上到许都时你才15岁，若皇上能成为本朝高子那样的安邦定国之主，故你也就尽心做张良那样的治世贤臣了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神龟虽寿，犹有经史。天下苍生，山河还没移动，故才不能保护皇上。
总会从之到足结肠，足有从之。放心，我会履行对他的承诺。这是穆顺的剑。其实我早就识得这个玉坠，你有很多机会杀我。你既然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为什么还要留我在你身边？人生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已至暮年。你还年轻，心底也还单纯，跟我回去吧，菊儿。回去吧，菊儿。终有从之，万岁。